去北韩，听你遐远哦，我是去赈灾呢。北韩闹饥荒，啊，这是全世界拢知影的代志啊。啊，是搁想着什么招要对付你大哥啊？哟，无讲到半句就做伊出国，无伊即马甲我这大哥吼是藏伫咧倒啊。查甫囡仔感激关心，互我力量，我要继续做一个手心向下的人。3月30日起，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。